我们现在介绍这道菜为菇烩笋片。首先包装打开了，里面的材料有笋片、香菇片、蒜碎、辣椒。自备的调味料有沙拉油两大匙、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、水50cc、太白粉选一大匙。首先我们锅中先加两大匙沙拉油，爆香蒜碎及辣椒，等香气出来之后，加入笋片及菇片，略微拌炒之后，加入水50cc。加入盐巴、味精各一小匙调味，起锅前用一大匙太白粉水勾芡，勾完芡即可起锅。我们菇烩笋片完成。